现在做这个痛苦是在装置部分，让一个人稳定去测他的 pattern， 对吧？是。如果有震动的话，那这个装置就不好做。对，应该是这个原因。没错，对吧？我想你题目的 title 目的讲说，希望自动化做 Marie pattern 的一些 diagnosis， 还有一些呈现一种这样的一个中医的比对。是。